是这个吗？哦，本来就是买的道具。你知道这个帽子多少钱吗？你们猜一下，我在景区买的。你们觉得这个值多少钱？这帽子？这里的每一个街道，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。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，我似乎听到了它是古板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儿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北京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。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。我们在这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们在这祈祷，我们在这迷惘，我们在这寻找，也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北京。
这首歌真好吃。我这个帽子你们怎么都猜那么贵啊？我买了20块，还讲了价，买了两顶，15块还是10块呀？15，2顶30。你怎么猜几百块呢？烧烤又不是辣的，我没有要辣椒啊。跟用户144的飞机，你买过？你为什么买这个？你买过这个帽子？你买来自己戴啊？